这边我闪现可以上来。这。哦，好酷哦！哦，传送。要去找 K 的了。哇哇哇，好帅啊！啊！好酷啊！超潮的！他妈，今天先女神踩在你头上。这边。哎呦，蛇吗？先处理那个。等一下，他那个白色的是护盾，他白色的是护盾，要打那个洞洞。打他红色的眼睛。我要狙击枪。哦哦，痛！哎，哦，他这么强哦，很痛。哦，这个护盾原来是这样用的。这个护盾是这样用的。哦哦，他传送，瞬移，打他红色眼睛，打他红色眼睛会暴击。等下，给他打我超痛啦！啊，狼嘞！后面，他会瞬移。来打我，来追我！快打掉！可以，捡子弹。哦，剧情，就那是先知吗？不是吧，是那个游侠吧？哦，是那个 Serious Face。Maybe not. Doesn't matter. Killing the power source at the origin point should break the loop and get me out of the portal system. Have you got that? Say you got it. 也就是说，他不是被抓到那个、欸？我的老天鹅啊！我的老天鹅啊！这个中文翻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让他乱跑了。这个中文翻译，我的老天鹅啊！看，又要飞了，等一下，又在飞了。为什么啊？为什么要飞？我们结束这个任务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loading 画面而已。啊，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飞回来再降落回去，然后只为了 loading。 就不能让我们射飞刀之类的吗？ loading 的时候射飞刀之类的感谢，可以聊天啊，可以聊天的时候可以聊天，可是我已经在聊了啊。不能打中文耶、欸、我不能打中文耶、欸、新任务6号为什么、欸、我也不能耶、欸、是不是卡住了？可以打脏话吗？哎、欸，不行！在哪？ Fail safe. We're at your coordinates. Kate is stuck inside a Vex portal system. 这是主线吗？还是哦？主线，好像是一般地图而已了。嗯，没有，这现在是一般地图。可是没有，他刚才有说新任务哦，真的吗？可是按导航没有点啊。有新目标出现了。那为什么有其他人呢、啊？这只是一般的野生人物而已。哦，这条路看起来很适合开本职，超适合的路皮，然后又有点微弯，真的可以甩个尾，对不对？不对，甩尾应该要桑托了，抱歉。本职也可以小热血，不行啦，桑托了最热血了。这个水是什么东西啊？哦，原来是那个水，我想说什么东西在打我？那个水啊，那个水，这个水，干，痛！那个水啊，它降免疫耶，上面那个降免疫耶，那个水好痛哦。这边，要走这边。某某，不好意思，干，不行。Excuse me， Excuse me，
我干，这边超难跳的。只要你有二段跳的话，就很好控制啊。闪现超难控制。哇，这边是调查的。哦，这个地方这个结晶好像那个哦，好像某种金属的那个调查东西。这种调查东西就这样放就好了，放在什么奇怪的地方？然后讲的也都是废话，跟别人聊这游戏，那一定要跟他们讲，喜欢到处乱跑的绝对不要玩数。像我这一定要玩游侠，对，要玩游侠真的。哇哇哇哇哇！我刚刚不小心跌下去，好痛！哎呀！我看到了，好，你可以了。哦，音乐好帅啊！哦，那个有怪，哎，怎么过来还是？啊，干！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干超够飞了、啊！这个好像在搞微扣子，真的哎！哦，微扣子爆炸了。捡个弹药、哦，哎、欸，丢飞刀很讨厌呢，你就不要丢啊。但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什么时候丢飞刀，然后飞刀只有一把而已。What could have possibly brought Cade to Nessus? I know the answer. 哎、欸，上面有洞。One, stop listening in on us. Two.What's the answer? He asked me not to tell anyone. 失败了。这边啦。没有可以调查。这边这边。你也开启那个病症了。真的，你们都开始了。你看，摸你看，我有手枪了。感觉那个手枪有点大把哦。欸、他要写的是什么液体？放射虫体液，体液。那是虫的体液，放射虫的体液。嗯，哦，感觉又有什么东西来了？这个地方限制地形，超难打的、啊。这里看起来就是会出现一堆重甲哥布林啊！来了来了来了，是机械生命体，硬靠！他自爆他自爆，哇哩嘞！干，你们在干嘛？为什么？26秒后重生，干好久、哦。这里限制重生，这里限制重生。不是，可是我没有办法过去你们那边啊，都是怪啊。啊干，这自爆的啊！你在哪？哎呀，全灭，拜拜，爆怪啊！金雀袭杀我手是你，打爆头吧！是你都乱来。爆头吧！我到那来没有错了。我觉得应该是爆头啦。对。不行啊！不要冲啊！会死啊！我在后面。来啦！我放个护盾啦，好不好？呵 ，three。为什么？为什么？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过去你那边，好吗？20秒重生，你们再撑一下，不要死太快。我尽量。干，无法，太痛了，太痛了！手榴弹呢？开大，开大！丢掉了。让我躲一下，让我躲一下，回个血，回个血。来了，我好了，我好了。他们在哪？他们在哪？我来。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你想他们在哪？我愣住了，到处都是啊。太多了吧？哎、欸，你只要启动一个爆炸，他们就会那个一起爆了。那边还有眼睛大哥。哦，干，他那个手伸出来真的超威扣子的。
他会吐那个光波，超像 R 的。哎，有护盾，有护盾！哎，好痛，好痛，好痛，痛！我需要回血。等下，那边有一只，有盾的。对啊，我刚就是被他吓到。 他们还会残留那个啦！我要拿我的狙击枪了，砰！快，谁先把那护盾打掉？我要狙他！护盾吗？我来，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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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呢？他人呢？在那个后面柱子后面，那个米诺陶，好掉了，掉了，掉了，爆了！狙击。 这里有那个技能，这个叫微扣斯，这个超能力光球，超能力光球，哪里哪里哪里？对啊，蓄能的啊，你都买了、哦，对啊，我蓝装哎，哦，我们看到应该是不一样的啊，看到，几弹披风，我弹药是真的有点少，我要换个超能力。 像刚才那种情况，我应该换个超能力的。我的弹药有点少，可是他不给我减了啊！真的假的？全满了。你是用什么？为什么？能量是第二个，对不对？第二个啊，第二个武器啊，是吧？ 为什么一百一十三就满了？差不多啊，一百二十一啊，我一百二十一就满了。哦哦，因为我之前是拿冲锋枪好哦。<笑>你拿中那个手炮嘛，对不对？现在换小手枪啊。手枪痛哎。没先拿去哪？弹药比较少，我看一下这边。哦，好看到了。也没有看错，某某也在乱跑了。干。哦哦哦哦，是传点。 威克斯，这是什么？哦哦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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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等我一下，我刚刚在看他的那个剧情对话。你不要，你不要过去哦，你不要过去哦，等下出怪文不能打哦。哎，这边是不是刚才来过？好像吧。没有啦，这里，哎，是啊，没有没有，我觉得这里没有。这边啊。为什么你两个都往那边走？哦，没有，我们就是那个并发座了。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好哦。然后你们为什么都往那边走？所以我应该要等你们吗？我没戏啊。所以我应该要等你们吗？我来的。看我的小手枪。这里好眼熟哦，我好像在……哦，对，这里来过哎。我的步枪。我就说那边去过了没？这一把的子弹快没了，只剩186发了。我这把也就只有90几发而已。没有，这把子弹是用烧的，相信我。哎、欸，对啊，这里就是那个哎、欸。好了没？难怪的，难怪。是要过来的没？刚有一次蚊子，我竟然没有打到他，讨厌。听起来好悲哀哦！而且他就是飞在我键盘上面，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他、啊。哦，出来了！这边。哪边啊？Fallon's got the Vex in a tizzy, and by tizzy, I mean murderous rampage. I'll hunker down in the Exodus Black. Here, but my hull is in 108 pieces. Vex 1 through 3. 还有那个哎，公共事件。
欸，太白，有什么东西？没有。嗯，怎么了？嗯，事件可选择，微光壁开采在哪？后面的地方吧。要打吗？那是剧情。那不是剧情，那不是剧情。是事件吧，解六号吧，这边吧。事件在哪？哦，有了有了有。这边，在后面。这里啊。要回头吗？没有，你要解那个剧情。主线在前面啊，对啊，啊有个事件啊，事件是那个任务不是吗？什么？公开任务啦，公开剧情。左下角有人在呼哦，是超大巨人。哎、欸，所以不打哦。那个是不是主线里面的支线啊？我不知道、欸，不是啦，那个绝对不是，那个绝对不是公开吧？那是公开吧？可是他开始了、欸，刚刚后面一堆人。一堆人就不是主线啦、啊，所以我是要听哪一边？我要听哪一边？都打没关系，都打吗？没有，他叫我们打那个、啊、领主啊，守门领主啊。瞬移了，干！我们现在王都喜欢瞬移啊。所以呢，他跑了。对，他跑哪了？这里超后面超远，超远，他在超远那边。哦，手枪爆头，一枪300多哎，好痛哦！看你枪多痛了。打王打王，哦，要先打掉后面那个，先打到球球不动了，我有看懂，我有看懂，先把球球揍爆，哇哇哇！我狙击枪一拿起来，他又闪，又闪现走。我又没狙击枪子弹了。我觉得我比较惨，我快没血了。哦，又回了，又回了。哦，又扣了。哦，这边有一只啊，干天，为什么被打？我快没子弹，我剩70发。途径，爆了爆了！The gate lord's down. Hold on, Kate. We're on our way. That's good to hear. Cause the fallen just found us. Activating defensive shield. The Kate 6 must stand back. 对啊，至少他还太懂哎。The fallen can't get to us now. That's right, Billy. They can't. Right? 嘿。呵。我子弹好少哦，我的火箭炮没弹药了。为什么狙击枪也没弹药了？为什么玩这款好像会一直少子弹啊？这是正常的吗？威能武器啊。对啊，而且没有办法买。对啊。Hey,
You probably want to hustle. I think they just said something about ripping my beautiful horn off my face. My beautiful, beautiful horn. Good. Beautiful, beautiful horn. Intruder alert. It's us. 左边那个吗？是不是又有另外一个领主了？哇，那是什么？好大哦！那边吗？这样看一下。有没有狙击枪看一下他在干什么？没有，那边就是哦，他在打那个护盾诶。对啊，对啊。我们是不是要把他打掉啊？对啊，不然他会把护盾打掉。他叫什么？堕落甲科斯什么的，甲科斯、啊、看起来就是怪了、哦，头上有血条的就是怪，来吧。哎、欸，他护盾好厚，打得掉吗？来，你护盾，我狙击已经准备好了。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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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盾掉了。可是他蹲下去了，他躲起来了。干，小手枪超给力的。知道我为什么爱他了吗？真的哎，好痛哦。哎、欸，射击的手感超棒的，在你背后，在你背后。阿狼嘞！打他，打他！他背对我，看不到他的头。他叫战舰出来吧，跑太远了吧？空大哎、欸，他跑超远了。我一开他，他就突然跑超远，还有空大，超靠背的。人呢、欸？这这这！痛痛痛！哇，14等了！为什么你升等升比我快？你不是比我高等吗？太多敌人了吧？没关系，我加农炮。你剑手说变成加农炮了？没有，这是刚刚亡掉的。哦，刚才那个桌子加农炮吗？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压制入侵者。你刚一炮超多经验的，我觉得好爽哦！这加农炮有够好玩。哎、欸，我现在是舰长喽，我变成舰长喽。你看加农炮应该给 A 梦的。啊，子弹好少哇！拿着一个小弹，一个飞碟。安安，这是你要的圆盘。The light found its way back to you. Not that I'm jealous or nothing, but take it easy. Can you look back? 这是你要的圆盘。你要那个披萨做什么？哦，那个披萨居然张开了，可以打东西吗？好像抓那捉鬼特工队那个。Kinks first. One fact about the Vex tech: not as intuitive as you think. Cade.You can't do this alone. Hell, I can't. 我就知道。Even if you manage to kill Gaul, when the Red Legion leave a system, defeat or victory, they leave nothing behind. The Cabal are bad guys who do bad things. Yes, I get it. I'm sorry, but I do not think you do. The Cabal literally leave nothing behind. 夹他手了，夹到手了。他刚刚那个脸，夹到手。You're gonna blow a pump. Zavala has a plan. He needs you, Cade. Yes, well, Zavala always says he has a plan, but... always says. Wait. Zavala said he needs me?
As in, you heard those exact words coming out of Zavala's mouth? Yes. Please tell me you recorded it. Well, did Akora at least hear it? Actually, Zavala lost her after the city fell. We don't know where she is. Io. Io, it's where she'd go to look for answers. Wait. 哇塞，又要去那个击败星球了。不唯一。Thanks. Oh, you are. 好的，好的，所以他就是被那个夹到手之后，也决定不用了。我带那个快看嘛。好的，所以什么时候还呢？可以给我一套金装吗？可以，可以给我你那把走了吗？虽然我知道你是生成出来的。OK 。而且生成主人本来就是一件超级奇怪的事情，在门口打了三只小怪，真的又开大打三只小怪，开大打小怪，真的，而且那个主人还不能挑款式，那主人的那个剑是他研发的吗？蛮好奇的。可他现在也不能用了吧？没有光啊。他不能用哦，对啊，没有光了就不能用，不是吗？啊，叫他去碰点点啊！为什么我们都不要让？哦，这是哪？这是哪里？喂，那个里面，那个里面。哦，我出来了，去跟他对话，哦、去跟他对话，跟他对话。嗯，哪里？看到了，在那个血色战争有一个智能保险丝的主线讲话，好像讲话就可以了，对不对？哪里啊？是这里吗？不是，干算了，我还是按导航好了，算他在我旁边。哎妈呀！好，我按导航了，就是这里，抱歉，就是这里哦。对啊，就是这个面板。啊，就是他、哦。对，这玩意儿啊，他就是那个 Kang AI。好。啊，就是他哦。对对对，智能失效保险。真的是智能失效嘞。智能真的失效了、啊。如果对方是机器人，就不算谋杀。没错，完全没有错。哇塞，可以用卖武器了，耶、Check-in, ongoing process. Time for life of active Exodus Black systems. Result noted. Process continues. 手枪跟手持加农炮有什么不一样啊？手枪多子弹小口径啊，加农炮就是大口径。啊好。神枪手之路，流亡者之路。换装备，换装备。正在。他听起来就像喝醉了一样哎。嘿嘿。不，我觉得他完全就黑喝醉，他完全喝醉了吧？我战力也有95了，好不好？我把那个传说金装拆掉了。哦，真的假的？为什么？因为他防御已经太低了。啊，你已经有更好的了。好哦，他还是我目前防御最高的装备，抱歉。Accessing node 7874A.
我宁要低伤害的蓝装，也不要那个高伤害的绿装。不一定啊，要看它的功能。对啊，它功能超好的。哥，另外一条路可以丢爆炸飞刀哎、欸。哎、欸，这个路人打过来，他还掉蓝装给我，哎，好爽啊！不是，是我打的。那你打东西还有给我哎？对，然后我没有。现在要去哪？等我一下好吗？看一下。其实是我是队长哎、欸，我只要一按那个，你们就出发了。所以我才会讲等我一下好吗？哦，这样。哎、欸、，King， 你过来看，这個、其实超可爱的、欸。哪里？什么东西？在哪？这东西啊。你在哪？我看到了。东西蛮可爱的、欸。哪里？东西？我没看到东西啊。Oh.你没有，你那边没有显示出来，什么东西？好，有一个超像那个小孩子的小机车、欸，哎，呦，我好了，所以接下来去哪里？主线吗？哎、欸，那边有主线喽，那边有一个隐藏的，好像隐藏的，还是你们想要看看？哎、欸，有人打开了，已经有人开了，哦，这是超像冰毒的，真的超像冰毒的，你刚才看到。你刚才在这边一直看着，我就看到这个宝箱，然后就走过去，盖卷也没有开、欸，没拿到职业，好、哦，没有拿到，好，还是要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公开任务，还是要打主线，主线吧，好哦，我一呀、啊，等级十一，需要查等级十一，有人的等级没有十一。干，抱歉，抱你先打公开吧。抱歉，我才九等，所以主线要十一等哦，真的假的？嘿，好哦，干，打四件吧。哎、欸，这里可以调查，哪里？这里，看到了，眼球哎、欸。一个重要目标正在附近徘徊， What? 就是有王，要看一下吗？不知道在哪徘徊啊？怎么想也知道左边而已啊。只好稍微打一下野怪了。今天刷了超久的野怪，感受得出来。我在上班，你们在刷野怪，刷出新高度。那边啦，哪边？我来的，小王啊，微扣子，哪里？我没看到、啊、下面那个、啊。哦，看到了，来，是啊、他哪是啊？他只是普通的小怪。这边也是小王啊，救我！哪里？你那啊？啊，结果那边才是。好，结果我自己一个人把他打死了，抱歉。欸，死了。对啊。结果我自己一个人把他打死，干。这样经验比较高吗？还是大家都共享经验？没有吧，应该是共享吧。嗯？没有箱子，那就不是小王了。没有，可是他有超厚的盾欸。没有，那个只是普通小怪。好，普通的精英怪，好哦。对，小王的话是三格黄色血，然后打死会直接掉一个箱子。哦。那这里是不是反而有一点略显皮？那个，哎、欸，这有个箱子，有个宝箱。来，哪里？让阴谋先开，看他手气如何，然后我再笑他。来了，马上就是抽到 SSR 好不好 ？Mark， 没有吗？有啦，开到啦，副职业。开到了，你看对不对？受损的护臂有没有？马上就是 SSR 了。可是要那个，要打经验值，要打经验值给他。对啊，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就打野怪、啊。我们就是继续刷野怪。这个才小王，这个才小王。有吗？有吗？来了！
他一直在撤退啦。可以可以可以，他还在我的射程内，他还在我射程内。对，死了，就是他。去啦，马克，马克，耶，那边有东西可以拿。欸、那个是什么？那个数据，数据金格，数据金格，对。我不是最低等吗？我怎么没拿到？你怎么没拿到？欸、这边有隐藏箱，一模过来抽手气，一模过来。他已经有，他已经有副职业啦。蔡小鱼了，他最低耶，他等级最低耶，所以他开会比较好吗？没有啊，只是让他抽手气而已。这边啊，这边还有一个，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箱子，这里。我怎么没东西？我们开了没东西。马克加100块啊，马克加100块啊。没有啊，我是完全没东西，连马克都没有。对啊，你、欸、这边又有一个箱子。公开事件还有一分二十秒，要先过去吗？哦、假的。这边可以调查、欸、这个奇怪的东西。对啊，公开事件一分二十秒要过去吗？来啊，抓！反正要练功啊。对啊，走吧。在哪？要跟着我走吗？看得到我在哪吗？好，看到了。看左上角小地图绿色箭头，有一点距离哦。要经过这个看起来很适合跑本职的路。我们家可以去找有没有那个坐骑可以骑。啊，还有坐骑啊，这么吵。有战车跟，我们今天是找到一台很像摩托车的，很好玩。哦啊，可以带在身上吗？不行，就骑着啦。他自己有机枪，他自备机枪。哦，这里快到了，快到了。我刚刚还在玩那个怪，这边这边，前面。哦、你用那个连射的，我现在武器变单点的，要瞄，不能无脑打，连射很爽。为什么你要拿左轮啊？没有、欸，我是拿那个射手步枪。哦，射手步枪，对，就是单发式的。到了，哎、欸，还没好远哦，干，我以为到了。怎么这么远啊？这个地方的单那个公开世界怎么这么远？好像开始了。对，对啊，开始了。可是还没到，还有一段距离。哦，原来这些机械怪的弱点不在头、哦。真假的？在他们中间的中间亮亮的东西。看，因为打到头，他没有办法造成伤害，真的超好笑的。对啊，我想说打头，然后就他头就爆炸，不能打头。到了，可是他在深渊的上面。他在深渊的上面。对，要上升诅咒了。你在跟术士说这种话吗？没错，上升诅咒。你在跟术士说要上升？没错，上升哦，而且还有诅咒哦。好哦。我们现在在几层？我们现在大概在六层吧。我靠，那不就死定了？干，我完全听不懂梗啦，我不上去啦。不会啦，六神不会死啦，还没死啦。不是变深海了吗？还可以啦。等等，你怎么上去的？我是太太。啊，有看到啊？等等，有路可以直接走上去。对啊，有路啦。哦，吓我。好、啊，我终于上来了。公开任务在哪里？干，我直接掉到最底下，是不是结束了、啊？我不知道哎、欸，我直接掉到最底下了，不见了，公开任务不见了。我直接掉到最底下了、欸。对，你知道吗？我其实可以直接按地图，然后开船哎、欸。哎、欸，真的假的？对啊，我们可以开船选不同的降落点。对啊，那我就直接降落去另外一个点，找另外一个公开任务了。再见。要那个吧？没有哎、欸，船这个点不用队长。
哦，这个点哪里啊？要去哪个点？我去了北边那个。守望者之墓吗？好像是。对，他剩24秒开始，我也过去。那就他了，我也过来。那这样到底是怎么传送的？奇怪，这样就不会开船了。没有，因为这对啊，这是在这个地图内啊，都在这星球啊。也够方便的哎。开始了，开始了！哇，一来就开始。以太补给。这难哦，这个难度很高，我人很少。不会吧？这是又是打野魔的那个、哦。对啊，应该就是。没关系，有个19等的。只有一个啦。没关系，有我可以。嗯，哦，好哦。没错。嗯 ，OK。对，有我这个9等的，绝对没问题。来、哦，我上面那一台打超痛哦。欸、真的又是眼魔欸。有小眼魔，小眼魔先打，小眼魔先打。三只小眼魔打掉，他会变成英雄士。好、哦。好痛、哦，我天哪！干！他在看我，他在看我，救命！他看你的时候就表示要发招了，要赶快跑。有！身为一个常玩 RPG 的玩家，这点我还是懂的。毕竟他的枪口对准你了，真的不放啊！好，我看到你爆了。哎、欸，打他眼睛好痛哦！对，打他眼睛暴击。哇！我被那飞船打死了。干有没有靠9等的？就跟你们讲，飞船太痛了啦！啊！哦、我换个子弹，大哥不要！靠腰，靠腰，人家互动，我开大。他要传送我了，他要传送我的酒，他快死了。哦，挂了。哦，刚刚三只小野魔没来得及打死，没办法啦，那个没有那个空闲，没有那个空闲可以打，会死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传送的，然后马上再去传另外一个公开事件，对不对？对啊，对，好吧。那传哪里呢？下面有一个，下面已经正在进行了。正在进行还是可以加入啊？真的假的？来得及吗？跑得过去吗？这有小王了，先打他好不好？跟我打，那待会。哎、欸，他超爱跑，打跑的是怎样啦？干，为什么小王都这么爱逃跑、啊？然后我发现一件很靠背事，他还挑左边。他跳到右边，没有。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子弹只剩下，我只剩下38左右吧。哦，是浮游炮哎、欸，好帅啊！来啊，近战啊，真是哦。100块。哎、欸，没有200块、欸，然后我发现可以用123换武器，现在才发现，真的假的？我可以，哎，不对吧？我一直都用123换武器，你们竟然不知道？可以用123，不着急，我都用滚轮，我用那个，我都用滚轮，不是吧？我一开始是用波浪符号，然后 M 跟我说可以用滚轮，我就用滚轮，原来对，可是 FPS 游戏来讲，FPS 来讲，这个不是常识。没有，我一开始不行啊。没有没有，因为一开始好像连两把枪都没有啊。我没知道，我一开始换的时候不行，我就想说
以为不行。欸，我的武器只剩下30发子弹啦，赶快捡！你都没在捡弹药包哦。干，真的，这里有一箱宝箱啦。哪里？哦，看到了。先往前开吗？哪里 ？Where？ 这里，后面。我看到了。我往天空射。我看到了。好，开。耶、yeah, ，造型。没有拿到一些垃圾，又拿到那个标志了。标志一定都有的吧？对啊，就是只有标志啊。鞋子不行啦，为什么子弹不给用买的啦？就是逼你要近战欸，大家都要当近战士啊！现在下一个公开任务呢？那边有一个海德拉，我剩下38的枪，打他一发200滴耶，好爽啊！哎，我这个打他一发350哎，干，我才202暴击，我这支也是那个左轮小枪。没有，我是射手步枪。啊，走了，下一个那个了，下一个那个了。射手步枪伤害比那个左轮还要低啊。对啊，公开是在蓄水池那边有。好远哦。对。传哪里啊？蓄水池啊。有个蓄水池可以传、啊。我没有蓄水池可以传啊。欸、蓄水池没有可以傳。啊，有了，我看到了，在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对，有一点距离。下面。要跑过去，可以。OK 啊，他还有很久。来得及。跑了。这种是 loading 够快。我 loading 有点久，我已经在同一张地图。我没有装 SSD。我也没有啊，讲的好像我就有一样。啊？现在没有？我不是装不下。对啊 ，SSD 档案没那个容量没那么大。SSD 装不下，这款60G 你在想什么？对啊。这款不是35.9差不多吗？啊，真的假的？不是60吗？还是35吧？35.9吧？35.9也装不下，靠腰嘞！只剩下40G、十几 G 吧 ？C 叉。拼弹都不打干净。掉弹药给我。我今天稍微调整了一下画质哦，所以我们目前只玩了53G， 好多，比上次多很，比上次少很多，比上次少大概剩四分之一的容量吧，跟上次比大概差了四分之一吧。我可以边跳边换弹道，不能边跑边换弹。对，没错。然后探险任务不要打，我还是不记得，我也忘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懵懵懂懂，连探险任务是什么都不知道，根本就没在听他讲话吧？真的，下面都是他的精益耶，下面一堆精益耶，干，脏，真的，快到了，快到了，渗透机具。刚刚说那个任务要几等？11等哦，一等啊，对，刚还有两等呢，好久、哦。里面宝箱，现在才9等呢。宝箱，现在10:30了呢。哇！哇，好大台哦，开大台了吧？哇！等一下，他们打我超痛了。等下，建立力量110，建立力量110，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们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建立力量110，
不对啊，所以你们现在力量多少啊？痛。所以你们现在力量多少了？我，对啊，140。等一下，这个范围内会一直扣血啊，靠腰嘞，然后圈圈三下，我已经出去了。我刚刚以为那是保护圈圈，而且他竟然写英文，我力量也才127而已。要打什么？奴没有，我才97。左边有一个那个啊，狙击兵啊，我看到了渗透魔兵。你们都跑进去打，在外面打不到吧？对。我靠！他那个火焰是一个护盾。什么东西在烧我啊？没有，他那个圈圈内会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烧一次。哦，烧爆了耶！被烧爆了，真他妈烧！哇！是那个啦，大斧兵啦，超讨厌的。他好痛哦！我干，直接被劈死，没按到换武器。烧哦！又烧了。我们要打的那个敌人在哪里啊？渗透中将在后面，他都有那个他的标志。看到了。哎干，他踩一下地板，直接被秒杀了，靠腰。我在想说贴过去用散弹的。哎，后面有只小王呐、啊！干，没办法啦，剩下一分钟而已啦。他在哪？这一量127，超讨厌的。剩47秒了。有人有记得开大吗？好了，36秒，来不及了。我尽力了，好痛哦！剩多少血？来不及了！快神的蛋给他丢下去！来不及了啦！这个有打就有分数哦！哇塞，我还在任务结束之后挂了。他就变成普通宝箱了，因为没有打完。地上都只有那个啦，威能武器的子弹，每次威能武器的子弹一大堆啊，另外两个都捡不满。到底为什么？反过来了、欸，这边那个晶体数据。不是啊，因为威能武器它的那个装载量本来就不大啊，你知道，所以你就会多一堆在地上，然后捡不完又很生气。爱用的时候弹药量又超少，真的哎、欸。
为什么没有那个增加弹药储备量的那个东西啊？有啊，我的狙击枪，我狙击枪它右下角能力就是啊。右下角是增加、啊。守望者之墓，守望者之墓又要开始了。守望者之墓来了，一分四十秒，也、欸、很近，走吧。啊，我在哪里？好的，真的。你说很近，我以为是那个。等等，我怎么三位朋友上线？喂 ，Amazing。所以像这种火力战队是应该是可以六个人的哈，我不知道哎、欸。公开打公开应该是可以六个人的战队哈，应该吧。这有个二十等的，哇，那个好友我不认识，二十等的。围口子，围口子，哎、欸，原来我后面有一个人在打我，靠腰。女妖的小王，两只小王哎、欸！哦，公开任务是不是开始了？对啊。在哪里啊？哦，有两只小王哦。对啊。好烦啊！不行啊！等下再打。他站在那个地方，拿那个枪一直打我。然后公开任务没人在打，没有人在打公开任务哎、欸。他那枪好强哦！公开任务没人打哎、欸，真的，真的哎、欸。哎、欸，重点是为什么会那么痛啊？为什么他们那边会那么痛？哦，下面还有一台，又有一台那个小王，两只小王。到底是什么东西打这么痛？救我一下，救我一下！你在、啊？你后面，你后面。